恐怕连两个月都支撑不下去了。哎，早就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加入我们 FRT， 现在好了吧？哎，小陈，你要不然加入我们 MTM 吧？我们 MTM 的大门一直为你敞开，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。 只要你愿意，小陈，你可以随时加入我们车队。我哪个车队都不想进，卡丁车，什么车都不想碰了。Andy， 不好意思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吧。那一点都忍受不了，还怎么当车手？你不是说你妈妈想看你穿裙子的样子吗？相框你喜欢吗？这可不是便宜货，我挑了很久才买的。记得给他们看看。你不为我骄傲吗？为你骄傲，我可骄傲。今天多亏有你，我才能够通过。好好休息吧。 难道今天又不打算回来了？我们车队啊，是晋级了，但是这个更换零件和配件需要投入很大的资金。就以我们目前车队这个状况，恐怕很难胜任。所以啊，我想请赛车协会方面给我们在资金上给予一些支持和帮助。 工具箱，好久不见啊！听说你最近都快住在酒吧里了，原来是真的。要住也应该住酒店里，谁住酒吧？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。我现在也一样没心情说正事。你要是想讲大道理，省省吧。最近老爹他很辛苦。 不用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照现在的情况 ，FRT 可能都撑不过两个月的时间，老爹正在到处借钱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都不当车手了，没劲。哎，对你来说，赛车是可以随便放弃的吗？还是说？ 你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认真过。你说，在你的心里面，赛车只有这么点价值，是不是？我比赛那天父母去世了，而老爹呢，他都已经为赛车付出了半辈子，离开了家庭，被朋友嘲笑，可他这辈子都想为赛车而活。 可你现在居然要放弃赛车，你到底把赛车当成什么了？你说，你回答我，你把赛车当什么了？你说。<笑><笑>
Amy。宝儿，你太伤人心了，你怎么会叫出别的女生的名字啊？我在你身边，哎，而且还是专程从国外大老远的跑回上海来。哎呀，我没反应过来嘛，这不是 Amy 的家吗？你下意识叫出来的名字应该是我，毕竟我们认识十年了。对不起啊，你先回去睡吧，要不我们还是有空再聊，我现在脑子真的很乱。好吧，晚安。你在这里干嘛？我路过。看你样子不像，有事找我。真的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。宝儿，你在找我吗？对啊，一觉醒来发现你不见了，所以我下楼喝了杯啤酒。